还有全球台湾客家联合总会举办的2024年全球客家文化会议同台湾客家昆庆大会都要求举办。昨下月六台就差不多250个客家乡亲，其中头西班牙的巴塞隆纳，现今对客家文化年年该进行共同参加某相关议题来探讨交流。西班牙当地时间15会议是进行正式开始。详细信息，交本记者陈玉兴、施永俊说明。我直播记者也好，提西班牙巴塞鲁那被全球客家文化分一方。西班牙时间十四开始，就已经有类似阿族、L 族、米族、太阳族一条六泰族的客家乡亲，总共大概有253个客家乡亲来到西班牙鸦片呢。其中最多的就是类似欧族，有53个客家乡亲来到巴塞鲁那，还讲嘞，甚至甚至严重用文化马丹尔方门团。来参加明年100的全球客家文化会议，提会议开始前，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乡亲，已经有明确，男女亚伯特别为台会制作的红色还有黄色西班牙国旗的神圣的飞机，可用手面来相互交流。有些坐了20个小时飞机，30个小时飞机，那这么老远的，然后经过很多的问题，辗转辗转的到巴塞隆纳来，然后能够共享盛举这个大会。提海外推广客家文化，其实规模简单咯，所以亚伯台飞就单单的选题，合适理由，天气过舒爽的巴塞隆纳来举办，嘛是希望替全球各族推广客家规定整个客家总会之间，做滴规听规强顺。给交换意见，嘛牵起台湾跟西班牙的情谊。来这边办这个客家大会，对台西两国的关系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注意，我们也乐观其成。而且你老西班牙，向阿合作来攀了白台会，按参加人呢非常的荣耀。有的位国家的客家社团呢，做位非常的好，希望伊借用这个机会呢，跟其他客家社团做的。学习。啊，提出台开团20周年，那个是2023年青年促进。宋教授今年就正式开始嘞，客家电视台台长姜生燕马特别受到邀请，分享节目跟新闻，运用嘞连接世界嘅客家。全球台湾客家联合总会嘛表示，希望能摆做一间客家电视台长期合作，向向来报道全世界客家嘅大事情。以上就系台视新闻报道，也就间时间，万不妨累。